嘲笑那个见过星辰大海的人。征途本身已是答案。一很长一段时间，章子怡顶着中国好后妈人设行走于世，怎么看怎么别扭，我很不喜欢，甚至可以说非常讨厌。你很少见到一个男人甘愿披着中国好后爸的人设并享受这种人设的，原因不言而明。那为何女性就被宣传成对此甘之如饴？是她真的甘愿，还是特有文化或集体无意识的渗透？是她真的不委屈不埋怨，还是来自家庭的拉扯？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。特别是婚前的章子怡，何等骄傲飘悍，简直是近百年间难得一见的女战神式人物。因为进入婚姻就向传统投了降，刺没了，锋芒少了，你可以说她变得柔软，也可以说她变得世故真实接地气，无所谓怎么用词夸张，怎么贤良淑德怎么来。但你们这良心回答我，哪一个章子怡才是发着光的？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的？是的，言辞可以骗人，但你内心闪烁的爱憎从来真实无比。二，章子怡在中文互联网上是不招喜的，她太生猛了，你看她的眼神何等不逊，何等死生不畏。再看这一张转眸，眼睛灼灼亮如星子，倘若目光成为实质，锐利似玉蛟龙的清明剑岂能破屏而出？哪怕饰演一个盲女，敛了那光依然有余圈之中，我若不死，尔等终究是臣的霸气。爱如烈阳，恨如暴雨，抬眸言语之间均有雷霆万钧。有人不屑地说，女人而已何必太好强，但亲爱的，你要知道，只有这样的人物，这种如同惊蛰春雷芒种艳阳的人，才能破，才能在混沌之中撕开一条下隙，落下暴雨，才能如陨星划过洪荒暗夜。三，后来他打破偏见，成为那个走到好莱坞的人，世人都笑他步伐紊乱，姿态不雅，情史花花绿绿，为达目标不择手段。但所有的开拓者都知道，第一个人有多么不容易。刘玉玲就说过，好莱坞对华人影星是存在偏见的。在异国长大的黄柳霜，倾尽一生都未能真正赢得认可。同样在异国长大的刘玉玲也是兜兜转转才拥有一席之地。杨紫琼虽是华裔，毕竟不是中国人，在中国土生土长的章子怡，因语言又因歧视，想在异国开疆拓土谈何容易。但她仍以那股劲穿过人心鬼域，穿过声色大梦，穿过满天流言，没入重重光芒深处。卧虎藏龙令她在好莱坞惊艳亮相，艺伎回忆录令她成为金球奖影后，她被提名为美国演员工会最佳女主角，这个提名有多重量级，了解好莱坞的同学都应该知道。她 N 次被提名为英国奥斯卡女主，她成为奥斯卡颁奖嘉宾和奥斯卡终身评委，她是戛纳电影节长片评委加短片评委，她获得多国电影大奖，戏路之广，拿捏之准，奖项之多，成就之高，均令人叹为观止。李安都说卧虎藏龙成就了章子怡，其实章子怡也成就了卧虎藏龙，可是回到舆论场中却是另一番景象，人们消费他的八卦，嘲笑他的铩羽而归，珍珠美陷沉泥，蝼蚁围困商鹤，没有凯旋的英雄就不值得吗？不是的，归来比从未出发有意义，失败比空白有价值。同样的，一身伤痕，满身流言，终生黑点，比无功无过无悲无喜更加精彩。凯撒大帝说，我来过，我看见，我征服。四，在后来他结了婚，从一个女战神成为一个后妈以及一个妈，近十年时间她困于这个标签之中，那股惊人的劲儿一点点弱下去，她的部分作品简直不忍直视，电影也再无震撼世界之作。如果你非得强调她的母职，好，没话说，这八九年很伟大，生了两个娃，带了一个娃，是甘愿牺牲，母爱如流，温柔慈悲，春晖寸草，舐犊情深。但她作为她自己呢？她是章子怡，是近乎一个形容词的章子怡。世界上有几个女人曾有过那种这天下是我的的眼神，又有几人能站在巅峰之上俯瞰她的领域，由内而外地散发出一股摧枯拉朽势如破竹的劲儿？太少了，内于太多软绵绵香喷喷甜丝丝的女明星，但太少天生女主角。真正的女主角
是有劲的，有自由意志，有自己的来与去，思与求，执着与使命。恰如玉娇龙在写满苦情二字的中国女性史书中，一转身颠覆了2000年。她要的不是男人，她要自由。恰如宫二一生陷在宫家的恩仇里，生死疲劳，内心并无解脱，却在决斗之前留下一句，也许我就是天意，之后忽地国企大厂御风而去。她要的也不是男人，是尊严。这样的女性刚勇热烈，是中国女性这部史诗里最出挑的细节。她们早就超脱男性凝视，活在自己的哲学里。当一个女人不再为他者而悲喜，不为一个人而升腾或降落，就能活出自己的气象。我如今章子怡离了婚，有人说是因男方赌博，有人说是女方原因，有人说男方不轨，形形色色，却无定论。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已走到另一种境地，可以不用再讨好一个四婚男，成为后妈套中人。她可以在自由之境重新招兵买马，调兵遣将，唤醒勃勃生机，自带凛凛威风，重新征伐。征伐时才能重新看到法力无边。六，微博上有句话说得特别好，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生猛的人和其他人。生猛的人赢得世界，其他人负责为他们写注解。是的，世人从不因你温顺柔弱而永远宠爱，只会因为你灿烂强大而心生向往。哪怕回到家庭同样如此，婚恋也是最高等级的权力的游戏。在这个游戏里，退让、臣服、顺从、牺牲的永远是弱者，而强者则在制定游戏的规则。所以别认输，别孱弱，别把生命的权杖交与他者，别任由你的世界成为他人意志的殖民地。我希望每个女人都能阳光灿烂，动物凶猛。我还希望所有的玉娇龙都不会老去，所有的宫二王者之气不朽，所有的居里夫人不会因为结个婚就放弃毕生追求，所有的杜拉斯像个局外人路过一场接一场广岛之恋，告别一个接一个情人，却从不为他们停下脚步，削足适履，自困于世，做一个主妇，而是继续写妙笔一直生花，灵魂始终妖娆，一直到死。也希望所有的章子怡只以婚恋为路，不以婚恋为归途，始终行走烽火连天的征途中，去创造经典而非创造八卦，去惊艳更多人而非为一个男人伤心伤神伤肝伤肺。希望所有的天才女友终能走出那不勒斯，希望所有出走的娜拉可以不用回来，希望所有芭比都能唤醒自我意识，希望所有82年的金智英都能不被家庭剥削，免于罹患精神疾病的结局，希望所有的姐妹终能走出囚禁之笼，找到自己的路。上天让你来此一遭，是为了见山见水见众生，而非只为一人。你是生命，本该盛放开出自己的样子，你是一段时间，本该倾尽全力赋予自己更多意义，你可以更猛更有元气，更像一个人而非只是一个女人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